为什么他可以坐在你旁边？因为他是丽腾哥哥的女朋友啊。我是公主，你是我的王子，王子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呢？星星呀，等你长大了呢，你的王子自然就出现了。到时候呀，你会觉得你的丽腾哥哥又老又胖，你就不会喜欢他了。我不要，我的王子只有丽腾哥哥。小猫耳朵吗？是的。来，丽腾哥哥，我可爱吗？是可爱还是不可爱啊？可爱。这小孩也太会了吧！丽腾，给我也拍一张呗。不要，你姿势太土。来，星星，我再帮你拍几张，好不好啊？贴纸好看吗？哎，或者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印记啊？比如疤痕什么的。喂，你有纹身吗？感觉你们这种安保硬汉应该挺喜欢的。没有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擦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等等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我们找个酒店。去酒店做什么？开房。李总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你不是想要看我的身体吗？等会儿脱了让你慢慢看。不必了。没事儿，我不介意。我介意。那你还看吗？这都